这一年的凉鸡腿买了，还没黑鳞的，会发了嘛？基本上比较晚才会出来，不贵哦，有问题啊？能包，来鸡窝来，那我这啊能包。他是卖虾仁的。啊，你要虾仁的，这个来。啊，哎您，哎您好，来的，来的，贵的，来这里只要200块。晚一点，快出来。啊，电话去再发。给我两个，你发我电话。